谈谈游戏说说道，赶紧给我报一报。大家好，我是阿老。好，今天带来一款新游戏啊，这个重装机兵啊，相信这款 RPG 游戏很多同学小时候都玩过了，可惜呢我小时候没玩过。我也是听说这款游戏非常有名啊，然后呢就过来做了。实际上呢我原先呢是不打算做的，所以我纠结了一会，觉得还是做吧。但是呢我不会做全系列啊，我只做这个 FC 版本的一代啊，所以后面的那些呢你就不用期待了，除非你懂的。好，首先讲一下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款游戏呢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游戏的背景呢设定在未来的日本啊，是一个废土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在几十年前呢经过了一场大破坏，人类面临着灭绝的边缘。那么我们的主角呢名字是可以自己起的，我这里起了一个赵代表我自己嘛。然后呢他的父亲呢是这个拉多镇的战车维修工但是主角呢不甘心继承父业做这个战车维修工他想去当这个赏金猎人到全世界去冒险嘛。这么说的话呢他其实是想做一名冒险家吧。那么他的父亲呢听到他说这些话之后呢就把他赶出家了既然被赶出来了那就正好了我们主角现在可以去闯荡江湖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拉布镇附近的一个山洞，那么这个山洞呢藏了一辆坦克，这是游戏的第一辆战车。那么游戏里面呢总共有八辆战车，那么这些战车呢其实是可收可不收的游戏的自由度非常高，很多地方呢可去可不去。这种游戏理念呢在当年应该是很前卫的，如果你比较熟悉那种传统的 RPG 的话呢一开始玩这款游戏感觉有点不适应，反正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游戏怎么跟别的 RPG 有一些不一样呢。游戏的玩法呢让这个新手玩家呢摸不着头脑也就是说游戏上手的体验呢并不是很好要想快速入门的话呢首先得解释一下游戏的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这边呢我们马上会遇到剧情，这里有一条狗挡道，跟它对话。好，出现战狗。那么这个战狗呢现在我们的状态呢是打不赢它的，所以第一回合直接防御。那么可能有些同学说了，这里呢是可以逃跑的。没错，是可以逃跑，但是如果逃跑的话呢那么这个剧情呢就不完整了所以为了这个剧情的完整度呢我这里没有选择逃跑。好，现在呢出现了一辆红色的坦克，那么这辆坦克呢会帮我们打。好，那么刚才那个人呢叫做红狼这个翻译呢少了一个字他不要那辆破车，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好，先打开这个门，然后呢坐上去。那么坐上去以后呢会让你起个名字给这个战车我这里懒得想了，就 number one 吧。那么游戏里面呢有八辆到时候全部用这个阿拉伯数字来命名这样比较好记。以后呢就叫这个坦克叫一号车那么这辆坦克呢属于轻型坦克，刚才红狼坐的他那辆呢是重型坦克。那么游戏里面的这些坦克呢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我不是一个军迷，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吧，反正呢都是有原型的，这个我知道。好，那么现在呢首先解释一下这辆坦克呢刚才红狼说是辆破车但是呢我整个游戏玩下来我感觉红狼的那辆才是破车，这辆是神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后面呢会给你们解释的。不过这辆车的武器呢确实比那个红狼那辆呢要烂很多，而且呢是没有副炮的，只有一个主炮。那么游戏里面的坦克呢它总共有三种武器，
主炮、副炮，还有一个特殊的武器 S1。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一号车呢，它只有这个主炮的，副炮现在暂时没有，后面可以买得到。好，我们回来这里啊，先让这个坦克装一下这个弹片，然后到旁边来啊，我们先存一些没用的东西，有一些什么古币啊、毛巾的这些东西没用的。人物身上的格数呢是有限的，以后觉得东西太多的话呢，可以回家来存一下。那么除了人物身上有东西的话呢，车也可以放东西，但是呢放的东西呢不一样，是分开的，所以游戏呢比较麻烦。然后呢，刚才那个弹片是干什么的呢？弹片实际上是坦克的这个 HP。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出发进入这个山洞。那么这山洞里面呢有两样东西，首先可以拿到主角的一把武器手枪，还有就是这个山洞里面有游戏的第一只通缉令怪物。既然主角要做这个赏金猎人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的通缉犯全部找到。这里呢我让主角下车，因为等一下呢有个地方呢这个坦克过不去，只能用这个人了。如果你们正常打的话呢，建议不要下车，因为人在坦克上呢是比较安全的。没事的就不要下车了，那我怎么要下车了？我是方便我操作，然后呢因为我是没有怪物的。你们都懂的，我以前录 RPG 都是把这个预怪关掉的，这一次呢也不会例外。所以就别问为什么没有怪物了。而且呢这款游戏的逃跑率挺高的，所以呢就算有怪物我也会不停的逃跑，不会去打怪的。好，这个宝箱里面有一把短枪，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角呢就有一把不错的武器了。当然呢现在好像没什么用，只是说顺道来收集的。那么按照我以前的惯例这个三光政策肯定不会漏的。之前我还叫你们猜什么叫绿色的流程，那么我整个流程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能做的事都做，然后呢不用的 bug 呢就不要用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呢为了方便我还是会使用 bug 的，反正不是什么恶性的 bug 就行了。好，这里拿到一个道具叫做 PAG40。这什么东西呢？这个道具的说本质它就是帮这个战车补血的。在游戏里面表现就是增加这个坦克的弹片。在游戏里面呢弹片呢是以这个英文字母 SP 来表示。大概就这样吧。好，我们继续下去，这里呢应该是三层了。好，这里有一个指示牌，往左边走，然后走到这个地方呢会掉下去。那么掉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预怪打开，在这里呢可以遇到第一只通缉令怪物水怪。那么这个水怪呢在这里的出现概率非常高，随便走一下都能遇到的。那么水怪呢总共有四只，但是问题是这他妈是水怪，这不是猴子吗？不管那么多了。那么水怪呢总共有四只 ABCD， 全部干掉就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讲一下游戏的战斗系统。这个游戏的战斗系统呢非常的奇葩。在我们选择这个攻击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两只水怪，这不是有四只吗？实际上呢游戏里面的怪物它是分组的，上面两只是一组，下面两只呢是另外一组。那我们怎么知道攻击的是哪一只怪物呢？对了，这个就说到重点了。实际上呢我们是真的不知道攻击的是哪一只怪物，我们只能选择一组，然后呢他打哪一只的这个是随机的。这个系统呢就有点蛋疼了，反正呢我是不太习惯了。好，这里呢我们量升两级。那么升级的时候呢有很多数据，除了一些基本的属性之外呢还有三个等级，驾驶、修理还有这个战斗。那么这三个等级呢分别对应着人仗、车仗。至于这个修理的等级呢我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反正我是没用过这个修理的。而且游戏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物能修车的，所以这个修理的等级这个不太清楚有什么用。据说一代的重置版呢根据你的等级呢可以修战车不同程度的损坏。好，水怪干掉了，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洞穴了。这边的宝箱也全部拿了，没什么可留恋的。然后出来以后可以继续冒险了。那么这个山洞呢属于一个支线任务，可来可不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房子，然后下车，然后进去跟一个工作人员对话啊，他会把这个关卡的门呢打开，让我们过去。好，这样的话呢就行了。啊，这款游戏只有一些挡道的任务必须要做的，啊，大多数任务呢是不需要做的。所以这款游戏如果打速通的话呢，基本上半个小时多一点就能通关。如果是 TAS 的话呢，会更快。然后这边这个地面是什么呢？好像是沼泽啊，反正这个战车进不来。我们过来这边调查一下，会发现这个地面上呢有一些墙，哎，这个游戏呢也有不少的隐藏的道具啊，这些隐藏道具呢我都是会找出来的，全收集嘛。然后接下来往下走，然后你们看到了吗？条树林里面有一条村，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呢也是要下车的。然后进来以后，先到这个白熟地调查一下啊，在这里呢会调查出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啊，原来是一枚戒指。那么这个戒指呢是旁边这房子里面的这个美女的啊，他说是以前有人丢失的结婚戒指啊，这个有人说的就是你吧。然后把戒指还给他之后呢，他会送我们一个东西，看看是什么东西。好，我们拿到了一块宝石镜，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那么宝石镜呢，在游戏里面呢，总共有三块，如果你全部找到的话呢，就可以拿到游戏最强的人使用的这个武器了。好，我们进来这间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卖人的装备的。好，这个二楼呢有三个宝箱啊，不要错过了。好，捡到了一发手雷。还有这个草鞋跟布手套，手雷呢自然就是人战的时候使用的，可以扔出去，威力的还行，早期这个武器的不太行，可以用一下这个手雷。好，这条村呢搜刮完，我们再次上路，这挺烦的，每一次都要上车，当然如果这个车好上的话呢，还是要上一下的，关键是发车的这个人，他发出来的车好不好呢？然后这里我们下车，然后呢这边有一条小道，哎，这个小道里面呢也有一个隐藏道具，调查一下这棵树，一定要面向右边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长枪了。然后这里呢有一间小房子啊，进来看看有什么啊，居然有一条狗，上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啊，跟她对话的话呢可以免费睡觉。哎，怎么不见了这个小女孩呢？不是免费睡觉吗？我要跟你睡呀。好，这里睡完觉我们就可以离开了。之前呢我们升了级，这个主角升级以后呢，这个 HP 呢是不会跟上去的，必须得睡一次觉。现在 HP 呢就跟上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次离开啊，再往下走。来到这边呢就是这个波布镇了。先不要进去，先到左下角这个房子里面，然后在这里下车，然后进去一下，然后再回来，然后这样就可以触发剧情了。好，我们收到游戏的第一名同伴，他的名字叫做玛丽啊，这不是女人的名字吗？那么这个玛丽呢，她是一个修理师，战斗方面呢比较弱，她主要的任务呢是负责修理这个坦克的，但是在游戏里面修理师的能力呢有限，很多时候呢这个坦克严重损坏的话呢，她是修理不了的，只能把这个坦克拉回这个坦克修理厂去修理啊，所以这个人物呢是游戏里面最废的一个。好，接下来我们在这里买一个烟雾，那么这个烟雾有什么用呢？等一下告诉你们。然后呢再过来这边，这里有一间学校，那么这间学校呢它缺这个资金啊，如果跟这个校长对话的话了，他会问你要不要资助一下我们的学校啊。好的，没问题啊，本大爷钱多的是。那么这边呢我捐了多少钱你们看一下，总共900万，拿去吧。实际上呢我身上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还是能捐出去。那么如果捐出去以后呢，在这个镇的中央呢就会出现一个铜像啊，那就是主角啊，这里调查一下
伟大的赵，哎呀，我太伟大了。嘿，这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呢，刚才那个是一个 bug。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但是这么操作的话呢，就等于捐了那么多钱了。那么铜线呢，也是啊，这个自然的就出来了。然后这边呢，我们来升级一下现在这辆坦克。首先呢，我买了一架这个55炮，这个是主炮来的。然后呢，我再买了一个 SOL0 号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有什么用呢？发动机就关乎这个车的能力嘛。那么在游戏里面的表现呢，就是说你的发动机越好的话呢，载重能力呢就越强。那么战车上的这个主炮、副炮还有西装制弹片这些的都是有重量的。那么发动机越好的话，能装的这个武器就越厉害啊，战车可以装的弹片呢也越多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吧。然后这里我买了一个传真，这个东西呢可以让这个战车随意的移动于这个城市之间。没去过的城市呢就不要想了。好，再过来这边，这里是坦克出租店。好，先到右边，我们买一些特种弹。这边呢有铁弹我们可以买满，等一下有用。现在暂时的只能装16颗，如果再想多带一点的话呢，需要在游戏的中期改装这个坦克才行。好，这里呢我们来这个坦克出租店没错，我们要租一辆坦克，因为我们多了一个同伴了，他没有这个战车了第二辆车呢等一下才可以拿到，所以先借一辆来用。那么借来的战车呢是不能改装的，它是固定的一些配置，不能改装备那么借了战车以后呢，这个战车呢可以随意让你使用把它搞坏都没关系，反正呢这个出租店呢它是要收费的。那么怎么收费的？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战车的时候打的怪物了掉出来的钱呢它应该是要收一半还是多少忘记了这个随便了，反正呢不会用太久的。好，这里出现怪物，哎，我不是关了这个狱怪吗其实这里呢是必定要打的。这里呢有两台监视器还有两台防御器这个监视器呢是帮这个防御器加这个命中的所以不用管他们，直接打这个防御器就行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修理师坐的是那辆吉普车，这个吉普车呢它是没有主炮的它只有副炮这种副炮的话呢它是打一组敌人的当然也有打单个的这个你自己选择吧然后副炮呢是没有子弹限制的可以随便试，主炮的话呢是有数量的，打完就没了。不过当然副炮的攻击力比主炮呢要低很多但是主炮呢没有打一组敌人的，总之这两个炮呢各有利弊吧。好，打掉门口的守卫，我们进了一家工厂，这里有一台自动贩卖机它卖什么呢？卖这个装甲片刚才这个弹片呢被打掉了一些，这里呢补充一下。那么在这种自动贩卖机买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可以抽奖的有一些地方呢抽中了会有好东西。然后这边门口呢也有守卫这边呢我们还需要打一场，这里有点墨迹直接加速了。好，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刚才那里呢是给我们演示这个传送带怎么用。好，这里有一个监视器这里完全浪费时间。好，这里也有守卫，这边呢多了一台新的机器，催眠机既然是催眠机，那就是说有一定的几率让主角睡着，如果睡着的话呢，那么这个回合呢中招的人呢就没法行动。好，打完所有的守卫我们可以往回走，然后呢在门口下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好，我们再次进去。好，这一次呢我们需要走这个传送带在这个传送带上面走的话呢，这个移动速度呢会变快的。然后呢从这边上到这个工厂的二楼。那么现在呢我们到这个三楼找这个工厂的社长。
哎，这里有一个美女啊，这个是社长的秘书吧？要不要干一下她？好，这个社长这个有点逗啊，给不给我们是看运气的嘛，实际上呢是必定给的。好，又一个监视器，这里就加速吧。前面呢有战斗。好，那么这一次呢，由于我们下了车了，那么这个防御器呢就不太好打了。那么现在呢，由于我一路上都没有亮级，所以呢，为了打这个防御器的话呢，我们需要刚才买的那个烟雾。那么使用了烟雾以后了，那么躲避率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敌人几乎打不到我们。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相对安全了。这里呢还是要打快一点的，因为一旦被打中的话呢，这个伤害还是挺高的。现在这个修理师呢有点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让这个修理师呢去扔这个榴弹或者这个手雷。而主角呢直接打就行了。然后过了这个守卫，基本上这里就安全了。好，已经看到第二辆战车了。哎，这不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坦克出租店租的那一辆吗？没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好，起个名字 ，Number Two。好，这个就是二号车了。那么这辆车呢，跟刚才租的那辆一样，它也是没有主炮的，只有一个副炮。好，带着这辆车呢，我们可以直接跳下来，原路呢是没法返回的，只能这么跳下去的。好，再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到一楼了，然后再接回我们之前的坦克。那么借的那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牵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走了。当然你不拉也行，但是呢实际上呢我是有用的。然后这么一操作的话呢，就不需要第二次进这个工厂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坦克呢放在门口的原因，因为一进工厂的话呢，刚才那个人呢又会给我们演示这个传送带，非常的蛋疼。好，我们过来补充一下这个坦克的弹药还有这个弹片马上要打一只 boss 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个二号的通缉犯。这个通缉犯呢是水鬼。那么他在哪里呢？他就在这条桥上面。好，上了桥以后呢，我们找一个地方来回的走。这样就有一定的几率遇到这个水鬼了。这个水鬼出现的概率呢并不高。为了视频的流畅性呢，我这里直接剪辑一下就好了。好，这里有六个敌人，最左上角的那个才是水鬼，其他的叫做娃人。那么这个水鬼呢比较难打，我们先干掉旁边比较好打的娃人。干掉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屏幕的信息量呢会少很多，也没有那么多敌人打来打去。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蛋疼的设计，比如说造攻击了谁受到伤害多少点，然后打倒了谁谁谁，每一个信息都需要玩家去按这个 A 键去确认。这设计是不是有病呢？你直接打出来，然后呢这个伤害显示出来就行了嘛。好，剩一个水鬼的话呢，能不能干掉他呢需要看一些运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水鬼呢他会跳进水里面，一跳进水里面了，他这个血呢就会补满。所以能不能干掉他呢只能看脸了。除非说你的攻击力很高那倒是另说。好，我们飞回这个波布镇。哎，再来补充一下这个弹药，马上呢要打一只比较难打的 boss。然后补充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先去领一下这个赏金。之前干掉了两个通缉犯。好，两个通缉犯加起来4000块钱。游戏的前期呢非常的缺钱，
但是后期呢这个钱呢又非常多。好，这里上车呢我们需要改一下，首先让主角上出租车，二号车的话呢不变，一号车呢我们使用这个枪引，然后出来以后呢传送到这个麦基，接下来呢可以往上走了。那么这个车的顺序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因为马上呢我们要打这个巨型炮，这个巨型炮呢它是一个地图炮，我们把车开到巨型炮前面之前呢，基本上这个装甲片呢都会被打光的但是枪引的车呢不受影响。哎呀，这个是一个漏洞这样我们就牺牲一辆出租的车保住我们的一号车，二号车呢就没有办法了。好，来到这里呢先让赵下车，然后呢再调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枪引出租车了，枪引以后再让赵上车就可以上到一号车了。接下来用之前买的便携型的装甲片了给这个二号车补血，然后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操作了。然后这两台呢就是巨型炮了，这个 boss 呢应该是游戏最难打的一只 boss。 我听说很多同学小时候卡在这里很久，反正这里劝退了不少同学。那么这个 boss 怎么打的其实是有方法的。首先呢你们还记得我之前买了一些铁蛋吗？那么这个铁蛋呢就是用来对付这种机械的敌人的，它可以让这个敌人的一些炮失效。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先让二号车防御，因为二号车的攻击力比较低，现在打它呢不是很划算，所以呢先让二号车防御，然后呢用一号车用这个铁蛋。那么铁蛋打到这个巨型炮之后了，巨型炮身上的一些武器呢就会失效最主要的就是让这个巨型炮的这个导弹让它失效，如果它导弹失效了之后呢就好打很多了。不过呢能不能让这个导弹失效的话呢需要看一些运气这个不用管了，反正你射这个铁弹就行了，打的次数多了总是能打到的。那么经过一定的回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二号车一起过来打了差不多就行了。这个巨型炮经验很多连续升了好几级这一下呢我们的等级呢就拉上去了这款游戏的野怪呢也是不需要打的，根本不需要亮级。游戏的关键呢并不是等级，而是你能不能用对这个武器。然后这间房子呢我们就不进去了，里面呢没啥东西是一个补给点，而且呢我们这一期时间差不多了，现在赶去下一条镇去存档了。好，前方呢是这个奥多镇我们就在这里存档吧。那么这个小镇呢分了三个区域，存档呢是在这边。好，找一台电脑跟这个小姐姐对话就行了。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